老艺术家了，什么老艺术家呀？王文玉，哎，是我。没认错。对对对，老艺术家了，每月也收入个三十万、五十万的吧？哪儿就三十万、五十万？没这么多。那怎么也得赚个七块八块的。给人说话天上一脚地下一脚，那又太少了。这么说收入一般，可不一般吗？您收入多，我收入也一般。还是的。我大哥收入丰厚，大哥啊，我大哥呀，最近委任令下来，什么下来吗？委任令，说话就上任。怎么？大哥这一上任，不用人吗？哎，听说他那要人，哦，让我得给物色人了，我上哪里找去？你瞧瞧，这可是个机会。得了，燕燕啊，我先给您鞠躬。哎呦，您这是干嘛？啊，您呐，多帮忙吧。哎，只要我能办得到的。我跟您实话实说。哎呦，话您说，这几十年呢，就我们这行啊，我都干腻了。您这意思呢？大哥，这不是上任了吗？啊，我想通过您的关系呢，求大哥呀，给我找点事情做。哦，您这意思我明白了。哦，您认为干您这行啊？没什么出息，呵，打算另谋高就。太对了，哎，没得说了呀。啊，凭咱这关系，这些小事还办不了吗？您多为例吧。打个花呀！啊，我告诉我大哥，哎，把你名字签上。哎，好啊，我大哥第一，哎，你就是第二名了。哎，啊，那怎么？第二名啊，我怕干不了啊。别犹豫啊！啊，我看你行。是吗？哎，有我大哥，就有你。我，哎，在什么地方？就是本地。那刚好啊。哪个机关？法院。法院。嗯，大哥是院长。院长那单有人。大哥是枪毙。有你没我？你是第二名。对对对，莫名也没我。我说着好好相声枪毙了，我招谁惹谁了？嗯，我大哥呀，老实巴交啊。哦，低头来低头去，走到大树底下怕树叶砸着。是啊，那才是规规矩矩的买卖人啊。商人，买卖人，不是做生意吗？做生意不生意人吗？买卖人，买人卖人，人贩子，还买卖人了？那是得枪毙。那还不枪毙啊？其实啊，人妇女带小孩啊，拢一块儿才20来人，一个也不行啊。我大哥净办好事儿，还好事儿。一看，哦，这两口子，哎呀，结婚这么些年了，没个小孩儿，哎，得了，卖这个小孩吧。你瞧，卖这玩意儿。哎，你看这大小伙子，30大多了。还打着光棍儿，哎，卖了媳妇儿，算便宜点儿，能赚多少钱？这就是积德。他那
是缺德。你要再胡说八道的，我送你个地方。我大哥那天跟人正谈着业务，这叫什么业务？闯进几个警察，进去摁住了，就给铐走了。得，进去没几天，全招。那还不招啊？哎，里边那个滋味儿，您是知道的。哎，我哪知道？好命啊！大哥啊。眼看着这条命你就保不住了，悬得乎啊！我从小父母双亡，我大哥拉着我长大成人，莫怪想不到的到这个年纪老这么一个下场，你说让我心里头可怎么受？怎么样您呢？啊，行，我都不爱你，你差点没把我吓死，什么毛病这是？怎么了？我赶紧找门路托人情，只要大哥能判个无期，就把这条命保住。哎，这倒是。要办不到呢啊，哎，再给他准备后事，也算把心尽到了。哎呀，这得用钱呐。谁说不是？您有钱吗？我哪来的钱呢？那怎么办呢？也就是摘摘戒戒吧。实在是办不到的话啊，得。把家里祖辈流传的这些个古玩陈设全卖，给咱打点官司。我吃完饭就找拍卖行去。干嘛？抄家伙全卖，一点不留啊！您这叫沾世择民。怎么？不能全卖？不全卖就不够用啊！话不能这么说呀。您看您卖好卖，买不好买。依我说呢，卖一半，留一半。你们这日子呀还得过了。我大哥要紧，我不要紧，全要紧。我大哥命都没了，我们日子还过呀？那也得过呀。我过呀，过呀，我过你奶奶个孙子。怎么说话这是？我心里着急呀，叫我赶上了。回去跟我媳妇这么一说呀，啊，我说大哥摊上事儿，我得给他打点官司。是是的。除了这个吃饭的锅碗瓢盆留下啊，剩下全卖。你媳妇呢？我媳妇不敢说不让卖。你瞧，哎，卖她又心疼。你看，她变着法的劝我。她怎么劝你啊？瞪着俩那个龙井鱼的眼睛。你呀，这叫沾屎则迷。别全卖，卖好卖，买不好买，卖一半留一半。对，你们的日子还得过了，还得过。我说我过呀，过呀，我过过过你奶奶个孙子。怎么又来了？我说我媳妇儿，你掺和什么呀？瞧我这倒霉劲儿，我正吃着饭了啊，外头来抄家的，谁敢抄您的家呀？挑大筐收破烂的。你这不胡闹吗？怎么挑大筐收破烂？他们有多少本事？买点这废报纸啊，旧衣裳啊，这个行。古玩陈设买不起呀。我知道他买不起，还是的。为是叫他们做个中间人，腾起我这功夫来呢，给我大哥办事儿去。哦，我明白了。您的意思呢，叫他们呢跑跑腿儿赚俩钱儿，您得着功夫来打点官司。哎，对，这主意也不错。我出门一看，正吆喝着。是啊，破烂儿的卖，旧衣裳的卖，他也卖破烂。头里走着这个挑大筐啊，后头跟着这人呢，肩膀上扛麻袋。哦，这还俩人。俩人我一看都认得。谁呀？一杨华，一马志明。这俩不说相声，说完相声收破烂吧，真能赚钱去。哎，我说，二位进来，有点东西卖给你们。
杨少华说：“你呀、啊，拿出来瞧。杨少华呀，还就这模样。我说我拿得出来吗？我是五件物的东西全卖。对，杨少华说：你干嘛买这么急呀、啊？我跟我大哥经过跟你说了啊，杨少华跟我套交情、啊。怎么套交情了？”你呀、啊，这就沾屎则迷，又来了。别全卖，对，卖好卖，买不好买。好话，卖一半留一半，对，你们的日子还得过。你说什么来着？我过呀，过呀，我过你奶奶的孙子。你怎么冲我来了？你冲我两回了，咱全甭提了。谁叫你提了？哎，这两人进屋里头，哎，东瞧瞧，西看看，说那行话我一句听不懂。那你哪懂去？哎，我说二位，干嘛？贼不鼠眼的要偷我是怎么着？嗯，啊，杨华说你别着急，我得研究研究嘛。我说少废话。我一口价少了不卖，我要这个大数，才五万呢、啊、你是几等钱用？我倒霉了。怎么了？我心里想着五万，我嘴里说出五千来，那不麻烦吗？马志明这就要留定钱，那搁谁也得留定钱。你说这杨少华够多万恶，他呢他还划价。我告诉你啊，田立和，我说你这东西现在都出不去。嗯，大爷，你得给我们留个桌啊。这小子心是黑了。我说我心里想着五万，我嘴里说出五千来、啊、话一出口就不能改了。来吧，杨华说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们俩绝对不能少给钱。给多少钱？哎，我给你这大数，2000呢、哎、2毛。两毛？我让这小子给气糊涂。我什么两毛不卖？拿钱、哎、卖吧。卖。他喊动我东西，动我东西，我抱他抢劫。那可不。杨华说：“你卖了，哎，我买了。”掏出2000来，叭扔到床上了。嗯，马志明过去这就搬东西。嗯，我气急了啊！我揪住杨少华，我跟他拼命，我要把他掐死。真恨他。马志明他有功夫，是过去这么一推我了，咣当摔个大跟头。哎呦，当时闭住气，你瞧，喊堵咽喉。哎呦，哎呀。心里蛮明白啊，嘴里说不出话来，俩眼瞪着跟包子这么大个儿、嗯、我女人都吓傻了。那还不傻呀？进屋来撅过我了啊！这俩小子得手了。是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去打电话、嗯、叫来两辆大汽车，被我这东西全给拉走了。你瞧瞧，等我明白过来再看怎么样。屋里的四角旮旯全空了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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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这贼头火烧，哎，雪上加霜，你说这我心里头可怎么受啊？哎呦哎呦，哎呀，怎么样啊？还行，嗯，倒不要紧，缓的也快。哎呀，这几天古玩店啊，拍卖行我都跑遍了，见不着我们家东西。嗯，这俩小子我也找不着了啊。得了，田香啊，别着急，我替您找找。你认识他们吗？太认识了，都是同行啊。哦，这东西我找你要了。我招你惹你了？没抢你的，没躲你。你呀，先别着急，拿走你什么东西了，跟我呢细致的说一说，然后啊，咱们再开个清单。东西太多呀，哎，摘要紧的说呀，一共是五大类。哪五大类啊？铜器，嗯，铁器，瓷器，习器，哦，木器。您这是卖了武器？对，嗯。别的古玩陈设呀、啊，我心疼还差呢。您最心疼的呢？我最心疼、最难过啊、最动心的，是的，就是我们家这件木器。哦，
好。躺下摔脑袋，你知道吗？行了行了啊，和尚，你们家这件木器有什么特殊的地方？这件木器啊，是我们传家之宝啊！哦，是啊，我们家发财只是发财，发家只是发家，嗯，吓死过外国人。这什么时候？这是在清光绪26年，公元1900年。哎，您赶上了，这是我祖父的事情。哦，我说呢，当时的义和团啊，和北京的百姓在东单排了北边，打死德国公使克林德。对，八国联军进北京。嗯，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到了陕西长安。啊，八国联军强占北京。是，我们家住在琉璃厂，正是德国管地。没错，联军最高统帅德国少校瓦德西，嗯，带领40名洋兵查街，哦，走到我们家门口。嗯，有人说我们家窝藏义和团。是啊，瓦德西命令德国兵把住前后门，各处搜查，一拉屋门，就见我们家这间木器，唰，火，一放光。嗯，当时吓死一名翻译，哦，2名士兵是吓得瓦德西屁滚虽流，撒腿就跑。到了光绪27年，公元1901年，西太后派全权代表便于行事合约大臣李鸿章，与俄国订立辛丑条约，对，跟赔款45000万两白银，各国公使全都签字盖章，唯独瓦德西不签字不答应。为什么呢？他有另外的要求。什么要求？他说琉璃厂有家天性，他家有间木器无故放光，吓死我国2名士兵，一定是共同一端，这件木器必须交出来，一定要烧毁的。如果不烧毁，我们德意志就没有合约的必要。我们不签字还得打，你不要嚷嚷。李鸿章哈哈大笑啊，说田姓那件木器并非同乎一端，乃年深日久，受天地日月之精华，可谓宝物。各国公使听得新鲜，那是李鸿章陪着八国使臣来到我们家参观这件木器，瓦德西一见就不松手了，非要带回德国不可。李鸿章坚决反对，最后由七国使臣出面调停，签字做保，叫瓦德西把这件木器带到德国展览之后一定送回德国，这才签字合约。哎，瓦德西把这件木器带到德国，德国皇帝威廉第二、德国首相俾斯麦抱着这件木器合影留念。这件木器啊，参加过巴拿马赛会，获得金质奖章，在亚夏州、欧罗巴州、阿非里加州、南北美利加州、澳大利亚都游历了8年才获得。的时候都没让他拿走，真是千金难买万金不换，稀世奇珍，罕见的一宝，这就是我们家这件好木器。假期案那不值钱呢，多宝格算不了宝贝。什么宝贝啊？半了锅盖。嗨，就是穿肠毒药，才是刮骨钢刀，才是下山猛虎，气势乌烟火炮，四字并到一处，不差半点分毫，劝君莫贪罪为高，胜似修仙得道。您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就是说人谁也离不了这四个字，叫酒色财气。火就是不能贪。要记这个贪，如果要贪的话，那就是酒就如同是穿肠毒药。是啊，贪色就如同是刮骨钢刀。哦，贪财就如同是下山的猛虎。爱生气就如同是乌烟火爆。嚯，可是呢，平常你要说话呢，只能说酒，哎，不能说穿肠毒药。对，是吧？哎，师兄啊，啊，下礼拜，嗯，我娶媳妇儿，哦，请您喝酒，喝喜酒，这个好听。哎，对，要照着刚才那诗那么说，嗯，下礼拜我娶个刮骨钢刀，我请您喝这穿肠毒药。我不喝。好，这就不行了。对，可是呢，你这四个字谁也不能够离开它。哦，有这么几句话。什么话？无酒不成礼。嗯，无骰，哎，
财路尽人心。哎，无财谁肯早起，无气反被人欺。对，有这么几句话。可这酒也离不了啊。你比方说，谁家里头要办个喜寿事，嗯，谁家娶媳妇了，祝寿了，嗯，办生日都得要酒。对，这是个礼仪。端起酒来，祝新郎新娘永浴爱河，干杯！多好！哎，对。啊，寿星郎，我祝他老人家是活120岁，嚯，长生不老，干杯！多好！哎，祝大家发财，财源茂盛，干杯！甭说我们凡人，就拿这个玉皇大帝、王母娘娘，他们也离不了酒，他们也喝酒啊。嗯，八仙庆寿，有这么八句诗，里头就有酒。哪句？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会，所有的一些神仙都要去祝寿。是啊，都得送点礼。嗯，这八仙你注意，里头有酒。哦，那你说说。怀里仙师道德高，钟离谢直辞汉朝，国舅手持阴阳板，彩和丹阳体育销。还有什么？仙姑进来的长生酒，哦，有酒了。巷子的花篮献寿桃，哎，有酒吗？有酒，有酒。这酒给谁喝？这酒给谁喝？给王母娘娘喝呀。王母娘娘喝了，那个玉皇大帝不也得沾点光吗？对，也得来点，还得喝。那是。这个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会散了以后，嗯，其中有两个酒迷，谁呀？就是那个吕洞宾呐，和那瘸拐李。哦，这俩人爱喝酒，没喝足。是啊，怎么办呢？干脆我们到人间去喝去。哦，两个人呢，在云端上就找，一看，哎，下边有一个镇店。嗯，咱们俩到下边再找不着吧，再喝点。两个人就下楼了。啊，到了这个镇店里看，哎，那还真有个酒馆。那个酒馆那个字号写的让人费解。什么字号？写的是圣贤愁。圣贤愁是孔圣人的圣。哦，贤贤惠的贤，愁发愁的愁，叫这么个名字，这么个字号。就是那他们两个一商量怎么办呢，咱进去喝酒，咱就是打听打听啊，打听打听他到底这个名字什么意思。哎，为什么叫圣贤愁？哎，董斌们进去学馆里以后就跟着啊，进来找个座这么一坐，要了两壶酒，没叫菜，没叫饭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过了一个又矮又瘦的一个小老头。哦，过来了，二位大仙。哎，失敬失敬。他怎么认识？这李东也纳闷了。哎，我们俩没见过面，你怎么认识啊？就是。怎么认识我？早就认识你了。我们家里常有你的相片。相片。啊。我是李东斌呐。哎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要不然不。怎么能管您叫这个大仙呢？那位不用问了，是铁拐李大仙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们俩是这个名字呢？是啊，我家里头啊，年年都要买一张画，八仙过海。我看您二位啊，就是八仙过海那两个。哦，您不然您戴着道冠，穿着道袍，后头还背着宝剑。对，不用问，李大仙。那李大仙，实情实情，您呢？哎呀，一定是铁拐李大仙。你看后头背个葫芦，还架个拐。可是那葫芦啊，什么病都治好，就是您这个瘸腿没治好。瘸腿。哎，我呢，没别的，我是非常的幸运，幸运陪你们喝一顿。哦，也陪着喝。对，打算喝白酒。哦，白喝呀。哎，吕洞宾说呀，嗯，先别喝啊。别忙，我得打听打听。打听什么呀？就是外边那块匾写的是圣贤愁啊，我不明白什么意思。哦，瘦老头说你们都不知道啊。嗯，我可知道。嗯，啊，我要说完了以后呢，你们二位得请我喝酒。哦，这个还是个知识。是啊，没这知识你甭打喝这酒。哦，这酒可厉害。你可知道武松路过景阳岗去打虎？是啊，知道吧？知道啊，上面有三个字啊，
就是什么叫什么不过岗啊，三碗不过岗。哎，三碗，嗯，只能喝三碗，是超过三碗就不行了，就醉了。你要一上山就让老虎把你吃了。哦，我们这个呢叫三壶不过街。三壶不过街，哎，就是这小壶，嗯，一里头你就装是西壶啊，哎，就这大嘴叉细脖子装二两，嗯嗯，你顶多喝这三壶。哦，超过三壶你那街都过不去，你就得这样了。是啊，哎，你就醉了啊。所以说啊，叫圣贤愁。怎么叫圣贤愁呢？不管他是圣人，嗯，还是贤人，嗯，啊，不管是神仙，喝三壶以后就得醉。嚯，这见着这酒就得发愁，真厉害。哦，李东斌一听，这里学问还挺大呢。啊，铁拐李说啊，三壶，来来来，我们来六壶。嚯，你看看我。哎，能不能过街？你要不服气，哎，拿来了，嗯，又来六壶。这少老头说：“谢谢，谢谢啊！我呀，这一辈子之幸啊，嗯，最幸运了。我跟神仙们在一块儿喝酒，嗯，我还白吃，还让神仙请客。你瞧，谢谢，谢谢。”瘸拐李心里想：“这老头可够坏的，嘿嘿，打算白喝我们的酒啊。”嗯。不是那么容易。吕洞宾呢，一想打算喝我的酒，嗯，这样吧，可以请你，我们可以请你，你也可以请我们。哦，但是有一样。哪样？每人都要做一首诗。哦，以什么为题呢？嗯，就以他这个字号圣贤愁为题。嗯，我占一个字圣。哦，瘸拐李说我占第二字我贤。嗯嗯，少老头说：“我占一个字，我愁愁。哎，我说不上来，我得请客啊。”就是啊，吕洞宾说：“还一个条件，还什么条件？一个人占一个字，这一个字要念成三个字。哦，要说四句诗。嗯，四句诗，这里边包括一样菜，还得包括菜。这个菜不是买来，要从身上拿出来，献出来。是啊，献菜。”哦，都得自己拿自己身上的东西做酒菜。嚯，说老头一听这挺绕脖子的。嗯，那干脆你先说吧。哎哎，这吕洞宾说这头一个字啊，圣字。圣字。嗯嗯，圣字怎么写？圣字就是上头一个耳字，旁边一个口字，底一个王字。对，他就说了口耳王，说口耳王，口耳王。壶中有酒我先尝，光有酒来没有菜，噌，嗯，把宝剑拔出来。嗯，怎么了？拉个耳朵尝一尝。嚯，好嘛，拉一耳朵。少老头说：“呀呵，这玩意真的厉害。”就是，血流了怎么办呢？嗯，瘸拐李把那葫芦拿出来了。哦，倒点药揉一揉止血了。嗯嗯嗯，该你了，该瘸拐李了。瘸拐李说：“把那宝剑借我用用，摆这儿。我是哪个字啊？啊，他是贤字啊。贤字怎么写啊？贤字是一个臣字，这边一个右字，底下一个背字。听着，嗯，臣右背，臣右背，壶中有酒我先醉。哦，光有酒来没有菜，噌，怎么着？嗯，哥哥鼻子配一配，太好了。”把鼻子拉下来了，一个拉耳朵，一个拉鼻子啊！这瘦老头傻眼了，嘿嘿，这玩真的，就是。瘸拐李说：“把宝剑给你，嗯，随便，你拉什么都行。”哦，他说：“我占这个字儿就倒霉，这愁字就是。可是不说呢，我得请客。哎，不行，嗯，我得说，得说，嗯，豁出去了。哦，今天非豁出去不可。我占什么字来着？”头字怎么写啊？是一个和睦，这边一个火字，底一个心字。说是合伙心，合伙心，壶中有酒我先斟，光有酒来没有菜。嗯，蛋根眉毛表寸心啊，叫蛋根眉毛啊？这俩神仙，这你可不像话。
我们一人拉鼻子，一人拉耳朵，你怎么就瞪根眉毛啊？就是少老头一说啊，谁听都可笑。他说什么？今天遇见了二位大仙了，我豁出去了，我瞪了根眉毛。要是凡人呢，我是一毛不拔。哼，挺好的啊，挺好的。啊，对，什么叫对呀？他说我爱研究戏剧，就这句话说的对，因为哎，我爱研究戏剧。喜欢研究京剧是评剧还是京剧？我北京人哦，喜欢经常啊，就是在北京待着也闲不住啊啊，总得有人上家去，干嘛学点东西。哦，哪出戏不会啊？教教他们。嚯，随便抓出点来。哎，他们就能够武装武装，哦，就跟抓瓜子儿似的，也不能那么说啊。我这肚子没瓜子儿，啊，是吗？我说是戏文，什么哪出戏呀？啊，他们不会了，他们要玩票就上我那儿学去。嚯，就爱京剧。您不了解我啊？是啊，对，我也喜欢京剧。哦，也是北京人啊？北京人呢？天津人也喜欢京剧。对对对对对，您。我能唱个一段两段的，一段两段的，嗯，整出的戏我都会。哦，跟您这么说吧，哎，七岁啊我就登台了，哎呦，四岁开始学戏，哼，您学的什么呀？什么戏都行，都会，生旦净末丑。哦啊，全会全会。文武场呢？文武场也会呀，这比我吹打拉弹还大，全行。我这抻练抻练你吧，哎啊，你不全会吗？啊，让观众给咱俩鉴定，看谁的能耐大啊，看谁会的戏多。你不是全会吗？那当然了，你唱啊，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什么戏，张嘴就知道。哎，那是简单，这个好，你来。这什么？这个，嗯，痰桶该刷了。你太坏了，你光张嘴呀、啊？那你说张嘴你就知道我可不光张嘴吗？你给我提醒了，你不是的，你得唱出来，得有字儿啊。哦，有字儿，有字儿有味儿。妈来，哪出？不知道，哪出都有。要说这个啊，这我也会。你八子龙，咣咣铃咣。啊，打家伙呀！啊，什么戏这是？我不知道。还是的，这不行。唱成句儿。哎，整句儿的。成句儿的，那简单，会的戏多。好好，你唱。两国交锋，龙虎斗。行，别唱了，别唱了。失空斩，诸葛亮唱的词儿。我本是。我龙岗上还是施公展诸葛亮唱的，两段都会。这算什么呀？再来一个。我枕在陈楼观，还是施公展啊？有门都在马上，施公展，施公展，我这司马懿唱的。这一出戏你都会啊？我全会。你再来。我没什么可来的了。就这个，就会这个。坐在马上穿墙啊，你这谁谁谁行了？还是施公展呢？就会这么一出。施公展，高老爷来到了木虎关，来到了山海关。陈楼战丁潘金莲举世獠牙蓝天莲，那牙才当年最起点，张飞大闹那乌龙院，猪八戒姚光翠屏山。您活动活动。这什么戏这是？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你知道？我也不知道。这不废话吗？这什么东一句西一句？这是
衡量一下你的能力啊，怎么样？好，确实会的不少。哎，整出空城计都会。就是的，我呢现在也搞演员工作。哦哦，但是不主要了。啊，您嗓子不行了。那您主要是现在搞什么呀？搞修改。修改就是老戏，我把它内容更改更改，一翻新，这个东西就值钱了。对，哦，改编，对，哎，也叫改编啊。是是，最近改了一出啊。什么戏啊？洪阳洞。哦，洪阳洞。内容知道吗？知道。什么？这又叫三义宾天呢。怎么三义宾仨人都死了啊？对对对。什么内容？你跟大家说说。好好，可以，我也听听。就是这个杨六郎啊，啊，派孟良去盗骨去。哦，他呢没派焦赞。哦，焦赞不乐意，暗地里跟着孟良去了。啊，到了洪阳洞那儿一看呢，孟良的马在门口拴着呢，他准知道孟良在里边呢。嗯，焦赞呢，他就进去了。进去，一声没原意，他想跟呢孟良开个玩笑。哦，他说拿奸细。哦，这一下子不要紧呢。啊。孟良以为敌人来了，回手就一斧子，哼，把焦赞给劈死了。哟，等盗完骨以后 啊， 啊，焦赞才，孟良才发现把焦赞劈死了。嗯，哎呦，坏了，他这是我自己兄弟。嘿，这结果孟良自杀了。嘿，这事儿让杨六郎知道以后呢，嗯，杨六郎啊也病了，也死了。哎，这叫三义宾天，多没意思，这悲剧啊，这是。仨人都死了，可不是吗？叫三义宾天。对对对，通过我修改啊，把它改了啊。您是怎么改的？我这叫，您叫三义宾天啊？宾天，宾天。我修改的叫三义升官。哎，三义升官，一个死的没有啊，都升官了，官升一级。嚯，孟良、焦赞俩人一块儿去当。啊，抬骨也倒回来，杨六郎一高兴，嗯，跟皇上一禀报，一人升一级吧，三义升官，都升官了。哦，仨人都升官了，这么一高兴，哥仨是把兄弟呀，啊，开个联欢会。嗯嗯，不过这联欢会太热闹了，都有什么呀？什么英国小曲儿啊，法国越剧，嗯，什么那个耗子骑牛，嚯，猴吃姜，哎呦，猴吃姜，哎，这里全有，这联欢会是全有。是啊，我把它改完了。哎，改完了，跟海外签了个合同。哦，$10万。嚯，真不少啊。不多不多，啊，这钱给我了，我可以唱啊。现在我困难了，不应该接人这钱。那为什么呢？他这俩人的戏，我这修改的是孟良焦赞去盗骨。哦哦，我还能兼演员。嗯，唱个大花脸还行啊。只能唱孟良，找不着这焦赞。你要找着焦赞，我就应付这差事，$10万我就拿到手里了。那您到戏班里找一位不得吗？戏班里不好找啊，人家多忙啊，现在这京剧。那么现在找着没有？没有啊，要找我就不跟您说，趁着您的能耐，就看看您有没有戏剧的底子。那不是，比如说要是找着这个演焦赞的，这个钱怎么分啊？怎么给呀？您随便给我找，$10万啊，我要一半，五百，五万。啊，$10万给焦赞，也五万。哎，那当然不能占人便宜，那还有戏得。先生，哎，您看我演的焦赞行不行啊？啊，您看成吗？这脸谱难看不了啊，您比我这脑门也不小。是是是，我孟良啊，那我来个焦赞啊，来个焦赞。给您$50,000啊，五万，谢谢您，您帮了我大。哎呦，您太客气，您太客气了，找不着。会，啊，会吗？我也该这。就是不会啊，不会。哎呦，您得教我。那我不客气了啊，是您教我，您教我。啊，那我就怎么写的，啊，怎么教给你。好好好好，行行行，咱们在这儿先表演一下好吗？
哦，先在这儿演习演习。你不演习，你到那儿唱，你凭什么拿五万？是吧？这倒是，这倒是，对不对？那您可得多带着我。嗨，我带着你干嘛呀？我怎么写的，我怎么教的你？好，好，好。您不是交赞吗？我演交赞。哎，咱们这排完了，五万块钱给您。行，咱们到海外演出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来，这试试啊！咱们演这个，这是前台啊，这桌子是不是？那就往后挪挪去。那是后台，哎，桌子影响咱俩身子。就是嘛，稍微往后搭一下。也不别化妆啊，不化妆，不化妆，这个白天只有拍手绢。哎，行行行，有损我的演员的形象。对对对对，哎，咱们到后台。啊，这是后台，那是前台。前台。那个家伙点是您跟我一块儿上场哦，我唱头句，您打家伙啊啊，我叫板，会打家伙，会会会，逛街大街逛街大，快长锤，八一公里逛街的逛，行吗？行行，没问题，转凤点头，好好好好好，来，指挥指令，哎哎行，走。扛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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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扛来扛来扛，旗杆密命一要紧，那身别唱了，别唱了，别唱了，您这词儿不对呀。什么词儿不对？您不孟良吗？啊，唱的不是这词儿。什么词儿？应该是啊啊，白果倒有红啊呀东，哎，不行，值十万块钱吗？你那不仨人都死了吗？我这是三亿升官呢，我就得唱机关秘密要谨慎。那么第二句应该谁唱？焦赞呢？哦，该我唱了。那这俩人对半撅呀。哦，对对对，那我唱什么呀？后台问你，这不都听见了吗？对对对，得上后台问去。那您说我唱什么？作揖叫老板，谦虚点，还客气。老板，那么您说我唱什么？真谈北国走一程。您先等会儿吧。那时候有侦探吗？老侦探，哎，老侦探啊，年纪，你这唱散板哦，散板，侦探不，好好唱，侦探北，前台唱，后台唱，对对对，前面唱，对对对，侦探北，别忙了，我又忙了，我头一句呀，嗯，好好好，机关秘密要紧，那身侦探北国走一程啊，大花脸呢？哎，你不要脸呢？你怎么骂我？什么叫大花脸呢？我应该说什么？你应该说啊，孟恩良，我说焦赞呢，这才对呢。咱俩干嘛去？稻谷去。明着去，暗着去，暗着去，暗着去。嗯，我说孟良，你说焦赞，此地无银三百两，人家看着木的还有一些个兵呢。人一听什么孟良、焦赞，全这儿来了，来了没有好事，一定是盗谷。注意，拿机关枪都偷偷喽。来，我问你怎么？那时候有机关枪吗？啊，老枪，老枪啊，老枪像话吗？没有机关枪，你也不能报孟良。哦，那我说什么？交战都不能说。哦，那我应该说什么呀？哎，告诉你了，后台问去。啊，对对，又往这茬儿，后头问。哎，那我说什么？那多一叫老板。呵，我跟我瞧啊。老板，那个我说什么呀？我说大花脸啊，你得说二花脸呢。我说二花脸，哎，语言化妆这叫，哦，好，好，二花脸，全哦，对了，对对，全的，哎，你看二花，这呀，还忙啊，行好，啊，大花脸呢，二花脸呢，哎，我学来了，我的伙计，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您这什么说什么的外国话？我说来了，我的伙计。
就迷糊他，不让他知道咱俩是孟良交战，我买的本子啊。来了我的伙计。对了，那么我说什么后台问你，后台问你。我说什么客气客气，哪儿都打呀，客气客气。我说什么我怎么知道呢。那么我说什么你说活计我早就耐于了，活计我前面唱去。哎，伙计我走，你忙什么的你。鼓掌的意思就是他打我可乐，让他多打我。咱把这免了好吗？不要这，也别俩人这样。行了，没意思。来，安安大花莲呢，二花莲呢。哎，我学来了我的伙计，我早就来了问。我且问你，你是谁家的儿子？不知道问。什么废话呢？怎么废话呢？咱们俩什么关系？把兄弟，把兄弟，我是谁的儿子？你会不知道？年头多，忘了，没听说过。你叫什么？我叫焦赞呐。就这个，就谁的后代我忘了，你在姓焦的上找一个就行了，行不行？姓焦的，焦赞。哎，那么我是焦裕的儿子。不行啊，那不是这朝代的。那我是焦庞的儿子。哪儿的？你别对了。那我是焦皮鞋的儿子。就这么一句。把你难住了吗？这好，我怎么没有门户啊？我给你找门户。行行行，你就笼统的说啊。我问你谁家的儿子？我说，你就笼统的说吧。怎么说呢？我是我爸爸的儿子。我活六十多了，今儿我才知道，感情我是我爸爸儿子。要不然这个戏你得活分一点啊，这里头带点哏，行，听着不厌恶，后头事儿还多着呢。哦，好好啊，行，发个私调，用不着你了，应过小曲儿，耗子骑牛，猴吃姜啊，行行，都没你什么事儿啊。来来，好，来，安安。大花莲呢？二花莲呢？哎，我学来了，我的伙计，早就来了问。我且问你，你是谁家的儿子？我是我爸爸的儿子。你倒乐意？废话，我是我爸爸儿子，我不乐意。像话，这叫没话找话，戏你得给拉够时间。10万块钱凭什么给咱们？那叫美元。我知道，这不结了。你的戏得够那么长时间。哦，我说你倒乐意啊。我说你回答我一句，嗯，我倒认可呀。这不就完了？合着我给我爸爸当儿子今儿才认可。行行行行吗？行行行。安安大花莲呢？二花莲呢？我学来了我的伙计，我早就来了问。我且问你，你是谁家的儿子？我是我爸爸的儿子。你倒乐意？我倒认可呀。伙计，我两天认可不认可呀？不认可呀。这戏没法没法唱，这钱你别挣了啊！你占便宜啊！我占什么便宜啊？什么过去你两天认可不认可啊？像话吗？这像话？怎么像话？我改的本子，是你改的本。你要5万块钱呢啊？我得怎么写怎么教你啊？剧情就这样，教着啊？剧情就是，这就叫麻痹对方。拿孟良交战俩人开玩笑，人马云帝呀，咱俩一闹，麻痹的思想，咱们俩人还鬼就倒回来了。这是我问你，伙计王良天认可不认可呀？那我说什么呀？那三戏还得交给你。哦，你这好像头8年就要给我当儿子。我呢，不然这茬儿没瞧起。那么今儿个我又喝了几盅酒，就告诉你这内在啊。我也不怎么那么一爱惜你，哪点事你让我高兴了，
我就问你，国际王连娇不认可，认可不认可？你呢？可找着机会了，从心里美啊！哎呦，今儿怎么王成您说我过去给他，你就反心肺腑，这是你心里那么一高兴，一挑大鼻子，乐意的很呐、啊！哎呀，就这么个剧情，人多的人你都记住了，就这一句5万块钱到手了。什么那个什么猴吃姜啊，什么那耗子骑牛，全我的。哦，没你什么，就没我什么事儿。5万块钱就归你。是，对，就仿佛说嘛，我呢，头8年呢就要给你当儿子。对，他你呢老不搭这茬儿，瞧不起你。今儿借这机会呢，我一听，嘿，你吐口话了。对，我姐心眼里那么高兴，哎，我得说，我倒乐意的很呐、啊。哇，我怎么那么贱骨头啊？5万，美元5万，行，馋不馋？中5万块钱我也干，管着吧。铁头来，从头来，这不叫排练吗？哦，没好到海外演出啊。对对，要不熟悉，再来一回。行，来一个。坐，扛起来，扛起来，空来矿来，起来矿。机关秘密要谨那身，真贪为国走一程。俺大花脸子，二花脸子。我学来了，我得回去。我早就来了啊！我且问你，你是谁家的儿子？我是我爸爸的儿子。你倒乐意？好倒认可。国际我两天认可不认可呀？我。说快，凉了凉了凉了啊！我认可的很呐、啊！哇哇哇！这完罢了，得逛去。你呀、啊，给我回来吧！不是客气，你不是客气，怎么回事？你干嘛去？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后台喝点水。哎，不行，接着往下唱，往下唱啊！哎呦，怎么办？我这话说的不完全，怎么回事啊？我写这个人凭什么给10万呢？啊，不是一本，这是2本戏。这叫本戏，本戏。哎，头一本呢，就唱的你过去我两天，就算头本戏终了。哦，那接着演二本啊，不还有二本的吗？接着唱二本啊，二本还没写呢，还没写呢。我说你先等会儿，知道吗？头一本嘛。演到这个我给你当儿子这就结束了。哎，对，是不是多聪明。咱们呀、还接着唱这头一本，还总头来。不，您先等会儿，这回换个吧。我演孟良，你演焦赞。换我演焦赞。哎，你演焦赞。好的是好。好吧、我不会焦赞的词儿，我不会。焦赞的词儿他不会，那你怎么教我来的？对呀、啊，换，对呀、换，这人都把我打过去，这回呀，我让他给我当儿子。哎，走吧，逛街大街，公来逛，车来逛，机关秘密要紧那身，侦探不过呀。走一夜尘罢了，兄长、我说您这是焦赞吗？这焦赞他妹妹。回去。哎呦，快焦赞。哎呦，走啊，逛街大街，逛街大街，公来逛，一切的逛，机关秘密要紧那身，侦探不得，侦探不
光曹一臣啊，大花脸呢，二花脸呢，我来了这个，这句话还真难说，我这花姐，我说我早就来了啊，我来问你，你是谁家的儿子？我是你爷爷的儿子。你倒可以，你是吗？在我们老家就这么个笑话，哎，不是现在的事儿啊，在清朝末年有这么哥四个，老大呀为人忠厚，老二脾气暴躁，老三呢差点尖角曲滑，老四好内向，口实不爱说话，表面看呢傻傻呵呵，跟那个傻子一样，傻不傻呀？一点也不傻。哎，这哥四个他都挺有学问，那年赶上大比之年，因为清朝啊还是科举制度，这哥四个要进城赶考去，第二天早上起来要动身，哥几个出来要上马，刚要走，这个时候啊老三呢给大伙拦住了。哎，大哥，咱们进城干嘛去？废话，干嘛去？赶考啊。还是的，没有学问您说能考得上吗？那哪考得上啊。这么着，咱们呢临行之前咱们做一首诗。这时候他父亲呢在门口给他们送行，一听，哎，这主意好，哎，说吧。老大心说，说吧。出门跨雕鞍。什么叫跨雕鞍呢？出门上马呀。老二说，上马手接鞭。老三说，死去谁得重。老四，咱动身了。哎，刚一出村儿没多远碰见个出殡的，老三看见了，哎，大哥，瞅见没有，来个出殡的。有这么一句话啊，出门要看见棺材可有财呀。哎，咱们做首诗怎么样？行。老大说，远远望见一口财，看见一口棺材。老二说，许多人等讲他台。老三说，当时才到荒郊外。老四，买，又往前走，走到前面啊有一条小河，哎，还不宽，上面没有桥，但是一根木头就算独木桥。老三一看呢，有个师木先生瞎子要过这桥。老三说，你看见没有，有个瞎子过桥，咱们做首诗怎么样？好啊。大哥说，听我的，远远看见独木桥。老二说，这边走来那边摇。老三说，师木先生过不去。老四绕。